哦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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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对，好多个又了。孩子我很快就清醒，与我沉睡。咦，本来亚瑟打程咬金的，不是吧？我感觉一级的雅典娜毛没毛用啊。我吸引一下输出线，对，只能这样子。跑这么远应该死不掉了吧。哇，我竟然没有去打架，算了，还是不去了，给他们打。哇，这雅典娜好菜呀，大家都在打架，你为什么不去打架，是吧？还能去摸个野。他们有没有打野的吗？有玄策，然后玄策跑过去，咦，我的野嘞？对，肯定这么想，然后玄策就跑到我们这边打野，然后发现我们这边的野也没有。哇，这玄策崩了，不玩了，这游戏没意思。对。哇，又这么巧。不是巧，我刚才已经看到他了，对，然后我以为他会往他自己野区跑，可以跟玄策打一下，但是如果有安琪拉拿的话，多打两下。哇，又没有伤害打出来，好烦。哎，吕布，咦，这玄策失了智。对，打到玄策没野可打，自己的野区能空着就空着吧。哇，你个小玄策，哇，他要蓝，那我就给他吧，我去塔守一下。咦，塔也不需要我守，我刚刚应该果断去他们那边打蓝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为什么我感觉我手机里面就那么几首歌呀？对，播放的时候就那么几首。
哦，对，我没狼，我瞎毛线打这么多眼，算了，反正打了，反正都没狼，又不差这么一点，吃两个肥腹抹滋滋，去打个架，狼 buff 一赢过来，抹滋滋。不是吧？可以杀。咦？千里送那个。哇，扁鹊是好队友啊！啊，什么扁鹊啊？那个百里玄策守约。嗯，对，好队友。好想强杀他呀！把线丢了线。繁中。哇，追了10条街！中路强推吧，可是强推没兵线，好烦。7分钟，打快一点。可以。他退不掉，我走了能不能打赢？有亚瑟，对，亚瑟是最强的，我去给他们下路一点压力，他们就不会执着于守中路了。哇，你还守中路，我把你塔都推完了，我跟你说。这小繁中见面就是一个大，见面就是一个大。估计会有人来我这边。哇。嗯，等等，我有点懵了，是吧？没血，没血去。听，哇，玄策，我去找后排，正面打起来。哇，赶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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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莫名，好菜呀！好菜呀！吸得好，稳死了。对，流场，流场还是弱。
干净，他不能丢。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的眼陪你度过。哦，大龙不能打。唱的正面。哇，这么好的机会给我抓到了。一波带走吗？咦，哇，没血好强，没兵线没血。这怎么上？这怎么上？咦，日产仪。塔站没带走就算了。等一下好打，哎，兵线又被打回去了。哎，讲道理，这波应该可以直接拿下的呀，总感觉哪里问题。嗯，我在兵线上面，他们就应该哇，这么一点点血压点拿冲过来。什么都不想要，哇，大招没点出来呀。哇，谁的轮胎炸了？不自私，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恨。哎，你说你们说刚哦，刚才我点塔应该也把塔点不死，不点不掉。嗯，哇，那很快就能上钻石了，这把赢了之后再打一把就上钻石了。对，再打两把一把，我等下看一下。然后我又嗝屁了，你看，哇，又站起来了。呵呵啊，行行行，什么行行行啊？那各位拜拜，对，我要回复微信去了，嗯，拜拜。